Hey，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主播双恩。今天我们带来是台服全新英雄嗨呀，这造型呢长得挺帅的，好像是詹尼尔的朋友。我们觉得嗨呀跟詹尼尔搭配还挺搭的，可以组一个无敌大招组合。那今天我们跟周周女玩的牛魔王，首先呢大家猜猜我们片头影片最后一段有没有死掉，跟迪凡卡夫尼单挑那一段，记得不要犯规，不要跳到最后面。那如果喜欢影片呢，不要忘记点个喜欢，也欢迎大家订阅打开铃铛，这样不会错过影片通知。右上角是我们的建议出装以及 RE， 基本上我们只要出装呢是没有任何的物理穿透哦。那这边注意呢，敌方有点凶，敌方是养猪牛，那我们的牛魔王直接撞到他们两人。我们先奉正一下，我们的一技能的手呢还是比较长一点的，再跟上输出成功手杀其他敌方提米，还没上四等的提米没有大招哦。结果呢，我们蝙蝠侠赶到，一脚收到敌方卡芬尼。这一波手杀二连杀呢 ，MVP 要颁给臭臭尼，撞得相当漂亮哦。接着我们小心一下敌方打野是纳克罗斯哦。那关于奥运，我们再顺便说一说，大家可以调整一下，带10颗精灵还是3点多脆。反正呢，我们后期的目标是达到158攻速，那样子我们一阶跟大招呢就可以射出最多的飞镖。还有二技能呢，别忘了在使用的时候，它除了是位移呢，还有一个主动效果，会增加 10% 伤害跟跑速。从家里赶路的时候呢，不妨用个二技能。要记得我们哈亚是没有消耗的。那关于哈亚的基本呢，大家可以参考我们频道上几部哈亚的影片。反正的基本观念就是我们要集中火力哦，触发出我们的被动。只要哈亚被动的印记点满之后呢，我们接下来4秒内的所有伤害都会变成真实伤害。而且呢，这正式伤害还可以暴击。基本连招呢，我们可以使用一技能或普攻点满印记，直接开大招进场，这样子就可以回天灭地的输出。这里呢，可惜敌方是提米啊，所以我们就不硬上，这也是提米的好处。像刚刚的情况呢，如果他们不是提米，我们就可以一套直接把他们强行带走。自己注意他们的复活，复活之后再带走他们的卡芬尼。可惜敌方赶到支援，这一波我们要先撤退一点了。他们那颗血很残，一个大招补上，收他们打野。但这里我放了血也很残哦。哦，这边草丛还有视野，否则呢，我们想要用二技能加瞬移来诱惑他们逃脱。那这一场呢，我们前期有三个人头，敌方养猪牛呢，感觉他们猪养不太起来。他们前期死了很多次了，所以经济并没有那么高。但是呢，养猪牛就算前期有死，到了中后期还是会很有钱。他们一定会有钱的，这是无法避免的。如果呢你无法破解养猪流的话，还是可以把 Timmy ban 掉。另外呢，养猪流其实很怕一个英雄，就是阿兹卡。毕竟他们很常两个英雄连在一起哦，阿兹卡的技能呢刚好可以对他们产生最大伤害。自己们看准情况再进场哦。敌方罗的残血直接被秒了，大招。这边能打出敌方 Timmy 的复活，这一波感觉杀不太死他。哦。他们的卡芬尼剩下，还好才是死掉了。本来以为卡芬尼没死了，我们还收掉敌方过来支援的纳克罗斯。这一场呢，基本上一直都在打架，那当然对我们来说是好事，不会让养猪牛太肥。一个神奇的现象发生了，敌方的提名呢，竟然是他们队伍最有钱的英雄，真的是有点神奇。那这一波的提名还会把这波兵线全吃掉哦，这样子代表他会继续有钱。这个养猪牛呢，它好像有点颠倒了，结果不是猪肥，是他们猪农本身，农夫本身肥起来。对上他们呢，我们有一个优势哦，就是我们手还蛮长的，就远远用一技能丢他们。这边丢到地方，提米已经残水了，头破血流，看来他应该要回家。我们看能不能帮忙抓个罗尔，罗尔已经叫了他二技能了，这里跟上普攻。哦，我们竟然没有助攻，那没关系了，至少我们有心意在嘛。那这一波呢，我们跟周周尼来一个漂亮连招，成功起飞上前去顺过他大招。哦，我们差点被卡芬尼打死了，主要是我们被动没点满的关系。但没相干呢，我们有臭臭尼的护盾，所以呢，如果我们要集中火力打人的话，一技能的命中尤其重要。这边下塔成功拔掉。那我们再强调一下凯亚玩得好的关键哦。首先呢是一技能，
然后是我们的被动，要集中火力。被动有跌跟没跌呢，我们在开大招会有很大的影响哦，很大的差别。叠满被动的时候，大招上前去是直接秒杀。没有被动的情况呢，我们会大招一直转圈圈转圈圈，敌方会觉得哎怎么不怎么痛。进门看能不能消耗一下敌方卡芬尼，不能消耗这才把他赶走哦，打个下马威。我这边总算丢中他，那再丢中一次呢，补大招他就已经死了。结果中路呢，敌方那颗收到我们卡里，我们看能不能欺负一下那颗，丢中那颗再普攻。哦，结果那颗剩一点血，继续丢他们的阿杜恩。嗨呀呢，其实还挺喜欢打坦克的哦，毕竟坦克呢会站着不动，让我们吃我们的飞镖。有空档拆一拆塔，能点几下是几下哦。这边敌方中塔呢也差不多快破了。嗨呀，基本上呢就是消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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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机会就进场收割，跟一般的射手不太一样哦。一般的射手是打主要的输出，而我们呢是该边打边跑。嗨呀，最大强项是消耗跟收割，不是一直的输出一直的输出。当然呢，在进人区的时候也别忘了普攻，我们毕竟还是一个射手嘛。虽然我们的普攻呢没有永强，没有凡恩卡芬尼强，可是呢我们还是一个射手啊。这里魔女魔王呢硬扛了一堆伤害，那但是呢可惜我放资源还没到，这波可能要稍微撤退一下。但我们的下塔呢兵线已经推到敌方下路了，敌方也损失了不少的兵线跟经济。我们背负真空从侧面进场打掉敌方提米，成功把他收掉，再进场刷他们卡芬尼，然后是罗二。这波敌方呢收掉我们的牛魔跟蝙蝠侠，可是呢敌方花多一倍的能力了，他们挂了四人，二换四非常赚。这里我们买龙骨剑的关系呢还是有点吸血的，找了个蓝色把它反掉。那这边没注意到我们的卡利哦，本来可以给他，敌方也怪缺反干净哦，让他们那颗收皮猴。这边敌方阿杜文可以注意到他完全跑不掉哦，再一个一技能。那这是我说的嗨呀，打坦克相当舒服，而且呢我们可是没有任何的物理穿透哦，这也是真实伤害的威力。所以呢最后我们也没打算买天成云，原本天成云的位置呢已经改成王者之剑。这时候呢已经来到了嗨呀的甜蜜期，游戏的九分钟十分钟左右，通常是十分钟左右哦，因为我们这场杀比较多人呢，所以比较早进入。那嗨呀呢记得走过路过的时候多丢草丛哦，摊一摊草。这罗吃完飞镖呢再补个大招，胜利大手罗二。我们想拉远一点呢，最后发现有机会，他们卡芬尼分得有点远了，直接把他收掉，然后提米复活再收。差一点遇到那颗呢也不用慌哦，只要我们二技能躲过那颗罗斯的击飞，优先要躲那颗罗斯的一技能低端击飞，只要他无法击飞我们，我们通常都会打赢，毕竟我们伤害更高一筹。以射手来说呢，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哦，就是我们的二技能，它是随时可以使用的位移，主动式的位移哦，而且呢它速度相当快，几乎可以当成瞬移来使用。当然呢我们没有瞬移那么快，队友空场的时候呢我们记得在前面补输出。最后呢敌方卡芬尼人头由你我收掉，再把敌方家里反干净。这边我们真的有点抱歉哦，敌方卡利刚好来到的时候呢我们不小心把它吃掉了，如果卡利呢有想要吃的话，我们真的会让给他。虽然冷却时间还挺好用的，可以让我们更频繁的使用一技能。OK， 这边买出王子之剑，后面输出一波。这里相当可惜呢，敌方提米的大招放得很漂亮哦，把罗尔救了起来。我们这只是被一技能、二技能碰到呢，就已经死掉了，有点可惜。看看我们是想要等提米用了大招之后再点被动进场哦。大混战的时候呢，有罗尔跟提米爆发果然高，我们应该再拉开一点了。而这边呢，我们是猜到草丛有跟那颗，因为那颗刚收掉我们的蝙蝠侠，果然抓到他，把他带走。老怪防守一下中路，注意一下敌方罗尔，罗尔交了他的二技能呢，进罗尔残血，罗尔交了他凝霜宝珠，我们再补个一技能往后拉一点。
这边我们技能快忍就好了，往前放一技能，最后补大招，收罗尔。哦，我们非常残血啊！罗尔恶魔微笑果然可怕，他的边边角角呢，一些榴弹碰到我们就痛到不行。可是没关系呢，由于罗尔算比较笨重的英雄哦，我们的一技能的瞄他还是挺好瞄的。进了跟罗尔打的话，我们一技能要点满，一技能点满的大招进场通常都是龙花。就算他灵霜宝珠也没关系，我们的大招时间呢比灵霜宝珠更久一点。自己跟凯莉来把这个大龙吃掉，这时候没有凯莎的负面效果，对大龙的伤害降低 50%， 但是你我跟凯莉两个输出机器吃的还是挺快的。凯莉伤害呢也绝对不会比哈雅低，大家都是高伤害的玻璃大炮。而这边呢，我们终于吃了大龙黑暗鸡翅，还有我们的复活桥，待会呢再来准备进场。反正呢，再找机会叠被动哦，叠一技能，叠满再大招进场。进门找机会把敌方翻一套，能摸多少是多少。往后拉一点，注意敌方那颗螺丝的位置，把那颗打残，那颗剩一滴血，可惜呢没人死掉哦。OK， 我们继续输出去消耗，敌方两个人回家补血了，这边我们可以打一波，多打少。中路要进去，兵身也快要抵达。继续的消耗，你反正要先叠出我们的阴气哦，三个才起来，进敌方全聚集在一起了，叠了一定的阴气呢，大招进场，收敌方那颗提米，往后拉，再收敌方罗尔，敌方倒下三人，进门复活甲出发，再往后拉一点，再补个一技能，那技能却也相当重要哦，敌方卡夫尼一并带走，这时候他们剩下阿敦。我们勾引一下这个阿杜恩哦，中路兵线已经进去主堡了。阿杜恩选择手边浮侠，那我们来选择点主堡，直接点主堡哦，就不管英雄了。OK， 最后呢一波团战直接彻底放主堡，赢了这场游戏。以上的是我带来哈雅走边线射手的神的说，看来哈雅大招呢还是挺有影响力的。而最后呢我们也打出了非常不错的伤害，有 41.2%， 承受伤害也是标准哦，非常低。如果你玩射手玩到成伤很高呢，那你可能要看看哪里出问题了。那以上呢，你魔王是臭臭泥，我是哈雅，感谢大家收看哦。那希望影片不要忘记按赞订阅打开铃铛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